现在棚内的温度是18度左右，19、18那个样子。室外的话，估计只有几度。几度白菜大姐？哪度也打哪度？这度也打。18，我操！你还戴了个眼镜啊？我现在都白菜了。我也是，我是啊，你都打，你都好打，你辛苦半天好了，我在村啊，我看你把我的弄大红大黄色，你没看到？我叶子表姐拿起来，快起来，没拿。老姐今天戴个眼镜，看不见包心白菜在哪里。长得没剩什么了。哎呀，经常给我冷了。他那个不剩，他你能把垮下来，他自然就垮下去。边上的椅子把垮掉啊。哦，那你就把，哎，垮下去起来的，起来的。这里面还有个心，它会重新长的。那是白菜花。嗯，长出来就是白菜苔。怕有没有？脚有毒啊？3度啊。哦，这个要垮掉，这不垮的话就烂了那行，把它弄掉，看这个菜苔里面那个芯都已经抽出来了。好热啊，里面。啊，对了。出汗了都。啊。拜拜。姐姐回家了。啊，王家这这。我不是王家。哎，我，你这累死了。嗯。是了，也是也，也火了。哇，还是冻啊！啊，就这。就照自己照去嘛，又火过，气死浑身哟！你火过那大哟？头白好嫩。这儿在几年起的？又没。啊，是还没掉下。过两天又要活嘞，还没得歇。我说是空白，说是重新起啊，越活。看我们现在这颗白菜一颗颗的多大，我们出摊的时候到板车上就只有一点点了，至少要8、4次。像这种叶子都会拔掉的。然后因为花花就红色了，也花就出去就红色。这之前斩掉的白菜，看旁边这个叶子边上又发菜苔了。很多菜打顶了之后都可以分枝的，像之前我们摘的茼蒿菜，这旁边可以分很多枝出来。看一颗白菜最后会被扒成什么样子。嘿嘿嘿，扒成这样是吧？哎，被你扔了。这是粗吧？回家扒的那叶子就给鸡鸭吃，不然太多了，都堆成山了。现在这个季节，我们家是不缺叶子的，但是其他大部分时间缺叶子的。有时候没叶子菜的时候，鸡鸭都是要吃玉米，都要花钱给他买。所以有些朋友们建议我们养牛啊、养羊啊、养兔子啊，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这些叶子吃的，到时候就要饿死了。哎呀，真结实。一沟壑的叶子，看刚才是多大，现在这么点了。等明天上板车出摊的时候更小。好乖，抓白菜。
颜色脆嫩脆嫩的感觉。不像，嗯，我让人白扎着呢。它包的没有那么紧，所以里面的那个看着会有点绿色发绿。之前的那白菜有一些是鲁白六号，它包的更紧，里面更白。但绝大部分顾客更喜欢吃这种，就有点白有点绿的，不要特别白的，他们会觉得可能太白了，他们觉得不好吃。其实露天种植的鲁白六号也挺好吃的，虽然白一点，跟在超市货柜上买的那种包心大白菜味道不太一样。现在叫白菜变绿变绿哈，多谢谢了。嗯，这个是风康麒麟。老爸就很喜欢吃那种白白的鲁白六号。我以前也对他有看法，我觉得白的不好吃，像白水一样，没什么味儿。但是那天姐姐炒了一顿，我觉得哎，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还挺好吃的，软软的。那软些，也红平平的。嗯，而且那种白的下火锅吃特别好吃。这一个袋子装不了几颗白菜。再打吧。白菜要扒一扒，让它散开来，不散开的话它里面会烂的。看这个，把边上这层剥掉，剥掉之后我们就摘它的菜苔吃。所以我们家的白菜不捆，捆了就容易烂。啊，冻死了，不动了。哎，好像还没湿头。啊，小心你冲下啊，小董，小董，没湿头，啊，没湿头，听不懂就没湿头，没湿头我听不懂，啊，别动皮。这两条虫死掉了，死透了，这明显不一样，颜色都变黑了。有一个虫，这个虫也没有死透。关于蔬菜里面有虫有虫眼这个事情，有些顾客的反应都不一样，有些顾客就会觉得很好很兴奋，他要买这种菜，但有些顾客吓都吓死了，赶紧跑了，一溜烟人都不见了。这颗就是以前剥了的，让它散着，颜色现在开始变绿了，翠绿色。哇，这个叶子还有褶褶儿，好乖哦。对不对？它有褶褶啊。那种好奇点，它叶子是平的，展开的，这个波浪形一样的，好舒服，好高级的感觉。哇，真的是好美哦，这种纹理。哎，这个胡萝卜是哪个拆的？长得奇奇怪怪的这个胡萝卜，长得很奇怪的一颗胡萝卜。这菜苔真的好嫩哦！回来啦，芋头。今天就摘了一包白菜，白萝卜。红萝卜。